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男子全身散发浓浓安非他命味道，被警方拦查，矢口否认吸毒，但还是被找出证据。赖打的幽灵火，那个条刚刚切得到大坑。用来吸食安非他命的特制打火机已经露了馅，男子为求自保，大街上竟然脱裤子想表示清白，只是下一秒他百口莫辩。什么？这什么？养乐多？这吸食器哦？啊，养乐多有人倒安尼哦？啊！眼看谎言被戳破，男子换招，双手合十，当街下跪，上演苦肉计。这样真的我受不了了，起来啊！你妈那鬼啊，歹看啦！无奈吸毒罪证确凿，这怪手司机又是毒品列管人口，再怎么反悔，警方可不轻易买单。若真的在乎一家老小，又一再吸毒被抓，真的要下跪面对的可不是破例式大人。记者王尚伟台北报道。